行嘞，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，真欢喜，今仔日坐甲满满满，大家来共同探讨咱的题目，就是新的会计制度啊，甲这个事务啊。咱因为未来拢是咱民政府的重要的干部，也是民政府的主管，咱拢我爱了解整个隶属管理下的会计的运作，因为依照这个会计运作来了解讲，你所执行的政务啊，对人民有什么帮助？人民有什么感受？拢会为这个报表内底来看出来，咱依照台湾人民权利法案内底规定，咱的预算依照29条的规定，你的一本比啊要大于一啦，才会使执行的。所以，咱秘书长有甲咱交代，每周啦，为七月开始，会使家己编家己的预算，甲12月31日，各州的组织若健全了后，应该开始来规划，把这个预算送出来，送给总理，那么然后，再为总理这边，再过来审视，送来参议院，再来进行，所以讲，咱今仔日所要探讨的爱予大家了解，兼任咱来做这个会计人员一定爱了解讲你的责任，吼，会计人员是独立性的，你有这个这款不是讲面顶的交代我安尼做就安尼做，拜啊！以前伫初级班我也常常安尼讲过，讲咱现在的王政府啊，咧判的啊，拢掠啥？掠主管来判罪啦！哦，咱会掠。讲阿扁诶，特资会，我掠伊来判。马英九，伊就用讲虾米大水库啊诶原则来处理。我诶看法吼，我诶观念，应该爱为会计部门、审计部门判重罪啦，因为安尼，这安怎讲？伊上了解啊，因摕来要报销的时，伊就讲这个袂使哩，
伊就乖乖照规定来处理。会计部门的人无把关，安尼也使创一个啊叫做会计，啊做拢啊俄罗斯的笑，啊审计单位有当时啊目睭客一类，啊我照安尼等伊那过，啊到时讲哇这是历史的工业啦，啊讲叫做历史工业啦，啊。早期大家都马马虎虎，这就是叫做啊，咱啊中国的文化来受到来个遮啊，甲咱教讲这是历史工业，所以今日要甲大家来探讨的啊这个问题。啊，审计的会计制度加事务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今日要甲大家啊探讨的是很多啊即几点吼、哦。咱第一点啊，审计概念啊加审计准则，吼、哦。咱以前伫初级班大部分拢讲到。啊，会计的制度部分，实际上审计啊，那是依照会计的制度延伸，伊是主要伫审查时啦，伊特别有审计的准则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大致吼拢差无偌济。啊，咱要甲大家讲的，现在啦。公司啦，一般上市的公司啊，伫2013年，拢已经爱实施国际财务报道准则啊，讲啊 IFRS 哦，一定爱实施。那要实施，咱阿摆啊公司啊是啊要爱。透明甲世界啊，因为跨国的公司啦，你若要募资啊，你家己要收集啊，咱要发股票，你会使去美国发行，还是去英国发行，拢会使哩。所以这个会啊，这个制度啊，慢慢啊是世界性的啦。好、哦，所以讲这点，咱我爱了解，但是国。国家的审计制度啦，因为国家有国家的家己的观点，所以啊，要有差异的存在啦。啊，所以讲这我爱好大家啊，知影者啊，咱啊会计制制度，咱一般伫初级班里面啦，拢我有咧讲。好、哦、啊，咱即马我提一个啊，这个。迄、那个范例吼，啊来甲大家做探讨吼，内底有真济个表格啦吼，啊，互大家来参考。啊，甲啊，咱有个有关内部审查啊，迄、那个处理个程序啦。啊，甲咱阁提一个实际个案例，因为较近嘛。我伫网站所看，那是90啊，民国的啊，迄、那个99年的预算，到即马应该爱出来，但是网站也无100年的，所以咱这个例子啊，以前有上过高级班的诶同事，啊，咱即马来讲，嗯啊，时间到。啊，上加几啊期啊，咱的案例奈无换，啊，特别甲大家讲较实的，我网站入去网站要掠这个啊，这个案例啊，要这个实例啦，也无啦，无这个资料，所以讲啊，咱我用99年的啊来啊说明吼，啊要搁甲探讨一寡啊最近。发生的代志吼，啊，
来做啊，迄唔是我咧讲，迄是啊，咱诶做新闻啊好啦啊，网站啊好啦，一些案例提出来做探讨。哦，咱诶两点钟诶时间啊，啊，要甲大家啊共同探讨这个问题。啊，咱即马要甲大家介绍讲心计诶概念是虾米？吼、哦、啊，咱了解讲心计主要诶概念啊，就是对这个资料做出啊迄、那个见解诶，做啊选择甲分析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啊数据甲分析吼、哦，来评估机关诶财务状况。这些资料啦，要依照一般的公认会计原则。啊，这个咱确定啊，我会阁说明一摆。啊，这足重要诶。吼、哦，啊，奈这个安尼讲，我嘛定伫课堂上安尼讲，讲咱公司诶事啊，啊，交互甲会计师来看。甲加号一个会计师来看，两个做出来小的盈余吼，赚钱吼，那会无同款。啊，有诶讲，诶、欸，啊，伫学校咧考试，吼、哦，期中考、期末考啊，期末考、期中考，诶、欸，出来诶会计试题，啊是管理会计诶要做试题出来。答案拢同款，啊，这啊，实务上教做啊，咱学校学的来查下子，实际上啦，就是这个问题啦。哦，就是讲，因为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啊、原则啊，都是有足的加值的。考试的时啊，题目拢安怎，甲你限死的啦。你要叫你用什么方法来算，你就用那个方法来算，这对啦。啊，那不是用这个方法来算，啊，就答案就不对嘛。啊，所以讲，这就无同款啦。所以讲，这点我爱和大家知啊。好，啊，咱即马要过来看讲，这审计的准则啊，相关啊，啊，一定听到来。允当啊，吼、哦，允当表达啊，超然独立啊，做出这个啊结论甲报告，吼、哦，在审计啊这个方面，啊，咱要做审计的人员啊，爱有啥独立性啊，甲专业性，上好拢是啊财会四个人。吼、哦，也是会计系的人，哦，相关吼、哦，啊，也是你有读会计的学分，吼、哦，差不多有18个学分的人来啊做，因为即马要甲大家啊特别。强调的就是讲，每周啊来做这个会计的人啊，啊必须爱有啥啊，伊的专业知识啦，吼、哦，爱会啊做小，啊我爱会了解这个会计的而做程序，吼、哦，安尼的人来负责。啊，有诶讲，啊，阮周里。都无这个人才，啊，我也使用兼的啦，所以所谓兼的，就是讲，伊啊，咱听讲，咱的长官啊，伊都有这个会计的专长，啊，咱就请伊啊来兼做这个代志，听讲，哦，咱的副处长。啊，是咱的啊某一厅的厅长，伊就这个专业，啊，无咱就请伊先兼一下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啊，甲大家啊补充吼、哦，
啊，今嘛要讲到啊，心格尊敬吼，心格尊敬啊，咱啊现在啊啊，流亡政府啊，伊有设一个财团法人会计啊研究发展基金会，这个基金会啦、啊，伊找啊找一挂专家啊个。事务的人员来定出来啊！大家若有兴趣的啊，会使来买。这个问题啊，我感觉就足严重的。咱政府编预算来组织这个叫做啊财团啊，就是说咱啊这个会计研究。啊，基金会，这咱编预算，请这些来编，那是咧开政府的钱。啊，咱要做审计人，啊，就爱根啊根据伊所的决定的审计的准则，伊的公布来实施，这是不是法律？对规定嘛，等于那个一定出来嘛，你都爱照安尼来实施来。来做啥嘛？来审查嘛？啊，那安尼，要使用的人都爱个开钱去买呢？别个单位无咧卖呢，干来伊这个单位咧卖呢？早期一般公司啊，咱所讲的。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啊会计准则。那因咧编，因那咧卖咧，啊，拄啊好立法院啊出一个会计师啊做立法委员，才甲吐。甲讲，你那要卖啊，这个啊，咱会计啊准则甲公报的话。啊，无免编预算嘛，恁去卖车嘛，吼、哦、啊，甲尾啊，怎讲啊？好啦，怎会使上网吼、哦？大家去啊，现在车啊，车那是爱买呢，所以讲我足有当时啊，足无合理啦吼、哦。咱要讲，伊才有介绍，吼、哦，伊才有介绍，吼、哦、啊。加审计准则的介绍，啊，那有兴趣的人会使来买吼，这哦拢总有遐济啊，这予大家看者就好啊。啊，当然，咱啊要了解啊，美国工人会计师啊，因所编的啊是英国、日本吼、哦，啊，大家会使这个网站哦。啊，去了解哦，这种也好，大家去参考。啊，这咱今要讲会计制度啦。啊，头拄啊，我有讲过啊，吼，会计制度就是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甲相关的法律，啊，来界定这个团体机关，这个机关那包括政府啦，吼、哦，内部的作业循环。甲会计政策，啊，甲这个方法的性质，啊，不确定的情形，诶，来做这个估计处理，这个可能大家较无了解，我这个会使讲一个例，互大家清楚一下吼。啊，这叫做不确定，就是有变数嘛，有变数嘛，咱咧讲。那一般公司就好，我是生产者，我进来这个机器，应该我用使用十年，啊，咱要来谈伊的费用，啊，十年，啊，若是100万，啊，咱十年，啊，一年就谈偌济，照讲是10万嘛，这真正常嘛。
但是这个过去啊，咱会使直直用十年无？卖讲歹去啊吼，咱即马阁讲这，我隔壁的公司啦，阁去买一台啦，较先进的啦，咱这台一天做20,000件，伊迄台讲一天咧做50,000件啦。啊，咱阿咩啦，我都开竞争啊！啊，老板都头壳冒咧烧安尼，你报出来介绍，拢比别人较贵。啊，所以讲你买这台机器，啊，才用2年尔，诶，啊，人阁买新的，啊，你当袂安怎？这都爱思考安尼，这都是讲，员工不确定情况，但也唔知啊，迄出啊，诶，新的机器都也未出来咧，啊，咱当袂安怎？那安尼是咱会得做小，咱都爱过去买新机器啊嘛。诶，人讲诶，啊，你技巧爱诶，这都要谈也未了，也未安怎处理？这所以讲，咱要互大家了解讲吼，会计这个物件，我是亲啊。迄、那个灵活的啦吼，真活的吼，的情形啦。你要处理的是，你我爱依照这个效益吼、效益来处理啦。吼，这我爱给大家知影的。啊，咱即马要讲，这个会计制度啦，那咱的有一个会计法，吼。那依照这个会计法，现在的会计法啦，必定的这个会计制度啊，爱有这个的物件啦。最少吼，咱爱有这个物件啊。所以讲，咱要甲大家我稍微介绍一下啊，因为大家爱知影就好，因为你唔是这个专业，但是你爱稍微知影，卖讲。拢唔知啊，所以讲啊，做啊那个讲主管的事，那爱了解这方面的。啊，咱即摆要讲会计啊报告是啥？一般咧讲啊，会计报告拢是啥？那伫公司是叫做财务报表嘛？啊，财务报表现在啊，咱。2013年以后所实施啊国际财务报道准则啊，我们一般简称 IFRS 的国际财务报道准则的话，也报表啊，较早期啊，咱所学拢无同款啊，咱早期啊，拢讲资产负债表，资产负债表。起码唔是安尼讲啊，起码讲啥？讲啊，咱财务迄个状状况表啦，咱财务状况表。啊，损益表讲啥？讲综合损益表啦。哦，所以这个名称啊，都已经改变了。哦，啊，咱那审计部审计单位啊，哦。但我要现在用咱的国家的规定啊，这个表格吼，咱用确定啊，用实例啊，再来个说明。啊，要再来讲会计科目啊，一般的会计科目啊，咱来了解讲会这咱一般讲啊，会计要事啦，吼，但会计要事里面啊。啊，分到5种啊，一般咱讲啊，5个会计的要素分为，一个是资产啊，负债啊，再来讲那一般公司就是讲业主权益嘛，啊加收啊，迄、那个收益加汇损，好、哦、啊，依照这个啊性质来分
每一个性质都有伊个会计科目。啊，咱政府的会计科目，甲一般公司的会计科目无同款，吼、哦。有的费用这方面较同款，啊，其他因啊无同款，啊，咱。我确定啊，用实例再来看吼。这个啊，咱一般咧讲这个账簿吼，账簿那一般拢是日期簿啦、分类账啦，吼、哦、啊，甲咱们讲的，就是讲要调整以后吼，以程序上做调整以后的。调整后啊，试算表啦，哦，试算表啊是工作底稿啦，哦，这问题，会计凭证啊，是足重要的。好、哦，迄个叫做啊，会计凭证，伊讲啊，咱有叫做啊，原始的凭证，啊是绩效的凭证。好、哦，最近大家唔知道看到这个报纸无？啊，讲大学内底教授啊，迄、那个申请即个国家研究补助啦，拢做绩效有无？拢凭证拢安怎？有迄、那个做贪污啦，等于卖讲。嘿，伊个凭证拢安怎无下啦？啊，有人调去地检署咧问，大家唔知知影无？知影无？最近才讲吼，可能要放宽啦。啊，所以讲，那照讲啊，一个学者，你。申请到政府的补助，你应该爱依照这个规定的补助来用这个研究的经费才对。啊，起码你交代下手的人做研究啊，做啊，迄、那个处理啊，就拢叫下手的甲会计单位啊，甲啊。相关单位去接受，伊啊，甲我相关单位讲，我甲啊7月31日都爱关销啊，哦，啊是甲当时都要关销，你赶紧啊来报销，啊无你就去提什么单子，提什么单子，啊即摆提来，一个查者，一个看咧，拢无合，安尼答袂安怎？啊，做指导教授啊，邓英啊，邓的上去啊，即马一个查一个，实际上原始凭证啊，一定会看出这是伪造的，啊是摕来报销的，无同款，绝对是无同款，所以。有的拢无清楚，啊！即马一个查来讲啊，太济了，各地的学校的教授啊，拢爱抓关啊。啊，实际上是安尼啊，大家若较注意吼，对了解啊，所以我要甲大家讲，希望咱这单位绝对无这款代志发生。那这款代志发生了，咱也使换政府，大家爱有这个心理，吼、哦。咱那惊讲，甲这啊，甲人民收的，也是各种咱有这个经费，一定爱用在对人民。有一个所在，哦，啊那安呢？
咱遮个后摆拢是咧做功德，吼、哦，爱安尼安尼想吼、哦，咱来参悟以后，啊，咱咧做，吼、哦，啊，拢是安尼咧做，阿拜拢是咧做功德，吼、哦，啊，若有这个心，咱应该拢无遮个代志，吼、哦。啊！这个会计会怎啊处理定数哈？我看我卖阁讲啊吼，这就是那照迄个都记入记簿，啊加做啊分类账，啊加出算表，啊加来工作提高，以这个程序啊再来编啊报表，吼、哦、啊这内部啊，迄、那个要做审查的定数吼，这你看，迄、那个凭证。内底吼，那讲记账凭证就好啦。记账凭证有哦，收入传票啦，啊加转账传票啦，支出传票，咱较简单嘞。啊，伊还一点啊喏，有字表嘛，啊字表过来，佫有一个审核嘛，审核啊，佫有什么啊？过来、哦，会计部门也要，迄种传票上拢爱登印啊，哦啊过来。那讲国州里面的主任秘书也是很重要哈、哦，主任秘书要啊，再来主官哦，都爱做这类的做假内部审核啦，拢爱经过这类审核啊，这都大家有诶都听过呀，好、哦、啊，咱不要紧，那听过来啊，那可能。别记哩，过来学习一下吼。咱这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，咱就是包括会计事务甲应用的方法。啊，会计啊原则是根据这个会计的原理吼。啊，咱是用迄个做双式啊会计啊吼，因为用借贷方的方式吼来做出来吼啊。既有实用价值的基本原理啊，加方法程序啊，这都爱广泛吼、哦、所接受的一般会计原则啊。咱大致吼、哦、把归纳起来有十个啦。啊，这十个就是讲，第一就是讲企业个体的假设讲，啊，咱啊乃州以州的。会计制度，就州的开销啊，拢是由州啊来做。甲私人哈、啊，这就是公司啦，公司分开啦哈、哦。你私人所开的哦，你所支付的啊，袂使用州的来出销。哦，这就是啊，因为我这要甲大家讲吼、哦，咱一般。中小企业啊，有一个最大的毛病伫在，你头家讲，我请你会计，唔是来甲监督的呢？啊，我叫你安尼做，你都安尼做，都话这拢我的钱啊，我拢我投资的，我要买这啊，甲你提钱讲来买啊，提予公司啊做销，安尼你哪会未准？安尼我啊，你搁转去好啦。我阁另外请人，因为伊无了解啥，这个啦，伊爱甲咱爱甲主管甲头家讲，你投资成立这个公司，这个公司也是这个公司的哦，你私人所用的啊，你用私人的钱去付，吼。啊，拢无要紧，啊，袂使讲你私人要用的物件买啊，摕来公司报销，吼、哦，安尼就袂使。你那是公司在用的公司买啊，你拢摕去买啊，这咱简单讲，就是啊，企业个体的假设啦，吼、哦，真济吼，我所了解真济吼。啊，一般的老板吼、哦，私人公司啊，有诶无接，
我足早我有甲一间公司讲，阿摆叉烧啦，拢一定甲外国同款啦。你爱有公司的支票簿啊，的公司的迄个银行账簿，甲你私人一定爱分开。阿摆要叉烧，一定爱安怎？爱你银行的迄个叫做今年的。的资料拢为银行遐印出来，假讲你银行簿啊啦、出入啦，阿摆要对照，拢是一笔一笔的开啥开啥为银行出入。啊，当然有迄个零用金嘛，讲吼平时要用的钱，会使用零用金来支付，其他钱较大诶，拢爱用支票来出。阿摆啊！一定，起码大家足了解啊！你若有啥物代志，讲资金来源为带来的啦，你都爱哦，要查资金来源啦。啊，所谓资金来源，就是讲你要查你的资金吼，看你安怎咧，迄种爱为银行去调调开资料，好、哦、啊，这就是。啊，讲起码咧查，讲用钱追人啦、啊，啊，用钱来看，啊，看讲我钞票贵的人蒙贵啦，啊，较聪明讲提水的去洗洗都无看到的，啊，这大家我真清楚啦吼。好啦，咱起码过来讲，这就是安怎讲，咱开一个公司。大家去想吼，咱上头要设这个公司的动机地带，动机地带。我们开这个公司，我认为我是最赚钱的，这一行我最内行，我去做一定赚钱。那才要设这个公司。讲有开公司要来了钱的有啊无？无可能的嘛。所以咱设立就是要安怎，拢要直直经营落去。但是往往有经过较一段时间，有的公司吼、经营无好势，也是各种的因素啊关起来，有可能啊，有可能。但是咱实施统一发票以后啊，吼、哦，统一发票这发明的吼，我足聪明的，啊，靠电脑配合啊，甲咱要想要走税的人啊，慢慢啊，拢可以国税局拢会发到去掌控，啊，即马。有的要怎麼處理，有的就是說設立的空殼公司啦，好啊，開你按發票啊，做一年啊，關掉又換所在，哦，原早設在台北啊，刷下來設在桃園啊，設在啊新竹啊，直直設去直直开，直直关，直直开，直直关，啊！迄个创啥？咧卖发票啦，专门咧卖发票啦。啊，我咧讲哦，你哪去啊买迄个发票吼？你该死！因为即马叉烧啊，唔是讲一年两年尔呢。叉烧要甲你叉啥？有诶。甲你讲要请你五年来，啊，有诶，不好意思，讲十年来诶咧，我要甲你查呢。啊，你若是这個公司，你若去买这个发票，你真的是查落阿伯啊，你着报咧，甲叫唔敢。所以讲啊，咱唔是迄个讲随便贵诶，咱作为企业拢是安怎啊，继续经营啊，所以继续经营。伊个费用要分摊，伊
头拄仔以前我有讲过，讲咱若要过去，啊，这都会使用十年，咱就用十年来赚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都一年啊，你赚的钱就较少，所以当年拢会安怎，会赚钱嘛？啊，唔是讲啊，今年要过起来，我今年才了钱，唔是啊，这过去都会使用个十年嘛？啊，所以哦，这里和大家了解。啊，咱即马讲货币单位的衡量啦。好，啊，拢是用流通货币啦，好、哦，流通货币，啊，咱是用新台币啦，啊，是你要用美元记账，啊，我那拢专门拢外销的公司啊，那是会使的，唔是讲袂使吼，啊，啊这啊，币值不变的假设，哦，这点啊，我要甲大家讲一个观念啦吼，伫经济学内底啊。那一月初一的一百块，甲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一百块，实际上票面拢同款。那一月初一，伊的购买的价值，吼、哦，那去咱摕一百块去买，讲啊，迄阵啊，拄啊会使买两粒便当，啊，一粒五十块，哎、欸，啊个啊。油电双涨了后啊，啊，到即马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啊，一百块，我得买两粒便当无？拢无法度啊！即马拢一粒便当拢六十几块啊，啊，有诶七十几块啊，八十块啊，所以小铺上所记诶一百块，那是拢一百块啦，但是。你呐，实际上来讲，一月初一所记的一百块，甲十二月三十一日来看，这个一百块啊，物价一般都是怎么样上涨的趋势啦？哦，有的人讲差不多2%，哦，有的人讲3%，有的人讲5%，啊，这都甲啥有关系？甲利息我有关系哦，哦，咱诶即摆利息较俗，是咧鼓励啥物消费嘛？哦，啊那你希望讲你卖去遐寄钱啦，你摕来因为寄无利息嘛，好啊摕来开嘛，好开促进繁荣嘛，哦，这拢有关系啦吼，这。这就是经济学里面、哦啊、咱所要了解 这个币值不变的假设说咱就是说咱记录一百块就一百块、哦欸、咱当时有人说奇怪、欸、我那时候来上课、欸啊、这初级班5000块而已、啊、现在多少6000呢？欸，啊，高级班哪会无调整啊？因为大家足艰苦的，啊，必须顶啊，知影讲现在啊，加减吼，动心大家足甘心啦，要烧厂要顶报纸啦，有诶讲联合报我来出，有诶讲欸。啊，迄、那个叫做《自由时报》伊要出啦，现在大家烧钱啦，讲好好拢恁来出，啊，咱就停下遐个钱就出啦嘛，啊，遐个来做较有益的活动啦，所以讲足甘心，啊，甲天佑台湾，我一直说，真的是天佑台湾，那个天。有在跟我们吵，咱碰到困难的事啊，就有人出来解决。所以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，我直接说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大家同心真正落地了，淹到要破去了，啊，淹到要破去了，啊，还碰到困难，说咱要清身份证啦。啊，有诶讲恁咧新闻政治又做啥？啊，恁伫台湾是啥物？伫台湾做诶啦？
迄根本拢我袂讲。哎、欸，美国讲你爱 deposit， 嘿，10万块美金，阮才来甲你处理。我死啊！啊那安尼，咱要过来填还是身份证，我足恶化的。有人，咱的主席讲，日本这个主席讲，安尼10万块，我先来付，解决好，真的是天佑台湾，真的是天佑台湾。足济的代志要登报出来，就是我头拄仔讲过，讲哦，什么报，伊要来出。实在足甘心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即我予大家啊，会了解吼、哦。啊，会计期间拢是定，啊，咱要甲大家讲，咱特别指出日本的会计期间，就4月初到3月31日，咱1945年。4月初一是啥物？这个时间大家爱记哩。1945年4月初一是啥物？啊，日本天皇下诏台湾纳入他的怎么样？不可分割的什么领土啦？世界各国利用什么战争也好，要用什么方法也好，拢无法度台湾甲日本切割，绝对无可能。这就是啊，国际公法的规定。所以讲，大家爱家己拢爱有信心。哦，咱咧惊讲，哇，迄个做啊，迄个中国啦，伫遐好啊，飞弹对咱啦，啊，当要拍过来，要拍过啊，你拍过那是无效。台湾，你若互你占去，你阿伯，你那是爱行。啊，这就是安怎？这七天足重要，吼、哦！1945年4月初一，日本啊，天皇下诏。咱台湾的人民爱出兵效忠啊，日本天皇，伊甲下诏讲，恁台湾来选5个众议员参加东京的迄个众议员会议。啊！伊那甲咱讲有3个参议员，啊，拄啊战争的关系啦，3个无去啦，5个啊，迄、那个要做众议员啊，有去，啊，要叫咱选3个参议员啊，啊，迄无去啦，啊，这个历史大家拢爱知啊，有个人讲。诶，那有可能啊？恁是要做啊？咱是日本天皇的啊，这都事实。那个补充一个啊，秘书长也讲过吼、哦。习近平，大家了解这个人无？习近平，系啦，中国未来的领导人，早期要见天皇啦。伊已经知啊，战争无法度，安怎用马会杀你无？马一定有占用嘛？那有签约，用马会使嘛？我的土地，啊，你要来甲我买，啊，我同意，啊，你要付偌济钱，啊，大家好，啊，大家都签约。习近平去见天皇讲，啊，即马。中国就比较会得过啊，啊，我有钱啊，希望啊，要来买台湾啊。这个消息大家应该唔太知影无？
好、哦、啊，那怎样？我把这个信息传给你的周边的人，我让他了解。中国已经知道战争无法度啊，啊，要想要用马，啊，马天王佮讲，阮天王世家都无咧卖物件的啦，都碰一支花佮转去啊，啊，这就是用真清楚啊，不可分割，就是安尼，所以自然去拜。天王了后，日本的政坛，我常常讲，日本的政坛是大地动啦。啊，那日本的政坛大地动，这精神啦，讲哦，原早台湾要是因天王的啦。啊，所以讲，第五月二八，这个五月二八，三国。日本、中国、南韩交锋会议在北京举行。日本首相伊安怎讲？讲钓鱼台是我们固有的领土啦。所谓固有领土就不可以分割啦。哦，啊，温家宝伊三个人。温家宝安那讲，温家宝讲，钓鱼台啊是因的核心利益啊，唔敢讲啊固有的领土啊啦，这予大家知啊，足清楚啦。所以咱头拄啊，我有去读到啊戴氏的。文章我足清楚，有诶，咱诶周边诶人，敢若惊讲，哎呦，啊恁即马啊，民政府出来啊，中国若拍过来要安怎？这有影是看到鬼啊没有？伊对美国对会调未？伊对日本对会调未？足安诶啦！啊，大家愈来会愈清楚哈、啊。好，啊，咱过来看这讲吼啊，重要性啦，这个做稳健性啦。伊讲这就是讲，这所谓重要性，这啊，咱说啊，介绍一下吼，大家知影一下吼。我若做几啊一个啊，一业务，一营业额，开三五千块啊。剩下做费用嘛，三五千块对这个公司来讲都无足重要的嘛，啊，做费用会使开销的嘛。我若做啊三四十万的生意，我开一万块啊，这都爱安怎？凡事爱做慈善来分他妈的，所以这就是吼、哦，这个立小的事啊，我爱了解讲重要性甲稳健。啊，那所谓稳健性就是安怎？一般会计啊，较保守啦。有诶讲啊，恁这有诶学会计啊，我拢较计较吼、哦、啊，钱拢安怎算较足清楚咧。啊，这有当时啊都无法度，伊这数字吼。安尼就安尼，你去银行讲，我咧领十万块，伊讲啊，都啊算，九万啊九千几百块，啊，剩十万块啊，会使咧袂使咧？啊，绝对袂使嘛，你很多，啊，你计数啦，同款哦，银行少那差。十块啊！迄天大家以前的做啥？银行员的员工吼，袂使下班的啦。十块差较出来，十块走的代志。有的人讲啊，十块我来出啦。
会使啦，袂使啦，绝对袂使。所以讲，拢爱玩有这个观念啦，吼。迄个笑就是笑，啊，质就是质，啊，能就是能，吼。啊，要讲到成本加效益的原则啊。咱总理会甲咱讲要安怎来变预算，因为预算第一步的审查会送去伊遐去，啊，伊明仔载会来甲大家介绍。啊，我若简单要讲这个啊一些原则啦，吼。效益大于成本，吼、哦，效益啥？利益吧，吼、哦。咱若开一元，会使做两元的代志，安尼毋是足好。你若开一元，再去做三角的代志，咱现在的建设啊。愈来愈担心，应该三天前我看一个报道，哦，我咧想讲后摆啊，这个什么，这个公文是什么人准的？准的人，家己的，后摆啊，才来算账，准啥？咱台湾的公共工程啊。讲会使中国来投标啦，伊来只设公司来只投标，伫迄个所在，因个公司换五千几啊升起来啦，看偌严重啦。公共建设呢，安尼大家会看法毋知安怎？恁若看到这个报道，恁心肝会安怎想？咱现在咧要做研究的啊，换过可能31亿，换马马虎虎啊，到时那是发生事故安怎？你要去掠因的要做公司啊来台湾？判刑哦，你看你在做梦的款呢。我咧想讲，真正大家去思考吼，后摆啊，公平正义要安怎来做？大家记咧，啊，到时再来处理。安尼好啊，好啊。哦，足感谢大家拢有这个心情，真正。爱为台湾咱未来，吼、哦，爱有贡献，予咱的子孙伫这个所在啊，能够过了真幸福，这是咱的愿望。好，啊，咱过来，啊，这吼、哦，大家参考就使吼，啊，个行业的特性吼。哦这我简单讲一下吼，每一个行业吼，无同款啦，吼，啊，假设，咱若惊讲咱工厂吼，干那做电风尔，电风是啥物时阵上畅销？热天呀，热天接人个订单咧接袂赴啊，咧出货出袂赴啊，寒天咧。寒天就袂使做起来蹲啊，才蹲成本算算下，资金摕伫遐才袂叮当，但袂安怎？所以讲，咱咧做小的事啊，都爱考虑两公，这是什么行业啦？伊那咱的一年的费用，爱依照12个月来摊。好、哦，你讲我一月、二月都无生理，寒天
啊，你学做啥？啊，那依照十二个月来摊，我一月、二月才拢了钱啦。嗯，安尼公司的报表要提去银行去借钱，啊，足歹看。安尼袂安怎？这都要考虑啊。所以讲，有的是啊，会按照行业的特性啊来做适当的调整啦、啊。吼、哦，一、二月啊，咱依照咱一年咱的生产量偌济，咱一年若有500万的生产量，咱就啊，倒一个月爱负担偌济，伊则迄个月生产较少。那结果，迄个月才生产啊500只，啊，就依照500只来摊费用就好。哦，啊那因为旺季，伊就哦做一两万件，啊，伊那是啊一两万件来摊费用，啊，类似安尼吼。所以，给大家我简单有一个了解一下吼。啊，即马要来讲。现金收啊，收付制度啦。啊，我常常讲吼，啊，较早以前管，哪有可能来计数？啊，讲诶，我来挂号啊，都到时看看咧啊，药钱偌济啊，诊断费偌济啊，开咧讲偌济，爱着付现金啊。敢有讲啊，都？欠的欠的，可能足少的啦吼，无这个拢是现金啦。啊，伊来买这材料药啊费用，那是安怎？啊，公司上来讲偌济哦，有诶啊拖啊开起啊，今日收收啊，就加付去啊，就存多好呀，无计数的啦。一般叫做现金吼、哦，收甲付啊来做标准啦。啊，这啦。哦，啊，那不是收到付的，啊，都哈不予入账啦。啊，咱今日收偌济，啊，付偌济，啊，咱有存偌济，安尼。啊，要甲大家啊说明，就是讲，现在啊，实际上咱的会计制度有这两个方式啦。但是现在如果咱要采用，一般以前的啊政府机关，伊所采用有的是现金收付的基础，伊都变遗传机吧，啊都有诶都摕伫啊迄、那个因诶做惊讲啊台北市都即成立台北市银行摕伫因遐咧，啊则大大开，哦啊即那是讲啊用现金诶方式来咧处理。啊，实际上慢慢啊啦，公司也好，政府机关也好，这个制度啦，慢慢啊，不必用啊啦。现在一定爱用宽积发行基础。啊，我啊，头拄也有讲过，咱啊，2013年开始。拢用 IFRS 来做，这是拢爱采用啥宽积发行基础。以后，咱要教会计，应该现金制度的迄个基础免讲啊啦，啊来讲这个啊宽积发行基础就好啊。这较简单解释哦，咱写伫遮哦，啊咱用较简单的来解释讲。什么叫做宽积发行基础？一年内底的收入，我就立在一年的收入。那是明年我即马收的，我会使做收入无？袂使。迄可能有变化，所以咱叫做啥？爱做。阿伯爱付啦，用负债来处理，袂使工作收入处理。今仔讲上简单，咱去做一个酒的
迄个叫做办公厅，也是讲州的迄个会议室。有诶讲，你要甲我租几年，爱签约啊？我要租你啊，一定一概租签三年。三年我租金要签，三年拢收啦。当然迄是谈判的吼，有诶讲无啊无啊，我先互你押金啊两个月。押金伊若要甲恁收三个月，会杀你无？袂杀你，三个月伊犯法啦。那恁照咱现在会使收两个月。哦，讲安尼啦，我付你两个押金，一个月月头我就甲你付。好，安尼咱就无问题安尼。好，就反正就无这个要做啊。咱所说的，咱要讲讲吼，有这个牵挂啊，牵扯发生对讲，无跨年啦。一月初一甲十二月三日，一年来的费用咱拢做费用开销。伊若讲，七月初一去签约，我讲爱收一年的租金，好啦，咱一年租金付予伊啊啦。咱七月初一甲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六个月。半年，后半年遐租金嘛付一下，迄个会使算到咱的今年的费用未？未差你啦，安尼清楚无？迄都爱算伫明年的费用啦。好，这里在做小吼，这里就是咱讲过啊，以后无论政府机关也好，甲私人机关也好，拢采用这个权责发生的基础。这就是咱吼、慢慢啊，要甲世界吼、应该会计这方面吼、咱还算还好啦吼、已经慢慢啊要甲世界接轨就对了吼。来过来讲到会计政策的代志吼。会计政策吼，有当时啊，我咧学罗兰台南市长吼，台南市长我看一个报道吼，伊讲台南的饮水啊，伊要列为第一目标。中央经费啦无够，地方经费还不足，伊要安怎？借钱啦，伊讲要甲银行啊去借钱啊，来甲这个饮水解决掉。我认为这个是本土台湾人的政，本土台湾人的算出来的算讲市长啦，所以看到这个我也足甘心。伊会晓啊嘛。无钱啊！有诶讲啊，无钱都无钱啊，当边啊！老百姓迄是恁家诶代志啊，你哪会毋去买较悬诶所在？你去买伫狗仔边？讲怪咱去买毋着所在啊！吼、哦！我交税金，恁也爱甲照顾我诶财产啊！安尼我也使交税金。所以讲，咱呐执政的是一定要有这个心。咱要做一个政策，要做一个代志，第一一定要考虑到讲安怎，
对人民有什么帮助无啦？有人民有什么利益无啦？唔是讲啊，迄、那个讲诶，我者二三了，啊，三三二二的代志，唔是迄个三三二三的代志吼，大家爱有这个心吼，一定讲。咱人民有什么啊利益无？人民有什么帮助无？吼、哦、啊！人民的困难，咱会使甲解决未？互企业大家拢赚钱，公营的企业了钱也无要紧，这才是咱未来要做的代志。安尼大家有信心无？感谢大家，好、哦，阿哥，阿咱过来看落吼，啊，即马讲政府的会计制度，时间闲话者，我讲到几点歹势，因为吼调课啦吼，我时间我讲到几点，我爱。哦，讲个十二点，安尼好，谢谢，安排紧好。啊，咱即卖要来看讲这个啊，会计啊，政府的会计制度啊，吼。但政府的会计制度是咧创啥？咱要讲来补助政府预算管理的工具啦，吼。啊，要各级政府推行政务吼，推行你的政务。啊，甲控制资源，哦，控制资源足重要。迄有诶，拢安怎咧？浪费资源吼，那甲讲文字馆吼，文诶，漫画馆吼，迄咱就可以就吼，啊，要爱依照啥迄个规章来设计一套会计记录甲报告诶方式来处理。啊，咱这个。通常的预算制度要达到这个控制啦，政府机关的税入甲税出的目的，啊，拢爱合着这个啊中等的限制，啊来讲这个决策的参考。所谓决策，就是各首长啦，各机关的首长，那家拢即系政务官啦。大家要去了解，吼、哦，咱的预算编出来，啊，做落去，虽然咱的效益，吼、哦，本益比啊大于一，书面上是大于一，执行以后，执行以后，是不是大于一？这都。爱，予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啊。有的执行了后，钱用去无同所在地去啊。吼啊，请预算是安尼的预算，我过来改变。吼啊，有当时啊，你望政府上高的追加预算啊。追加预算拢是安怎？拢是有问题啦！你看阿扁啊，执政的时，伊开偌济钱，做偌济代志，有咧定咧追加预算无？这就咱爱去思考的问题啦。所以讲，你主管单位，你爱去。思考预算出来物件，啊，虽然咱审查过是大于一，咱会用去做，做来了后，你去执行的时，有没有尽到你的职责？这个足重要，足重要，唔是讲咱这个
医生给出来清掉啊，啊，咱执行就怎么样放松啊，让因后边去做。这那是你会计单位、审计单位第一个，我看咱下摆要判刑的，希望是一个目标。啊！都主管，伊就讲，我都唔是读会计，啊！你读会计，你读审计，啊，拢知影，啊！恁家己内底马马虎虎，啊，拢干那等伊那俩，等伊那俩拍去拍下床。所以讲，大家吼爱、哦、了解吼、哦。啊，好、哦，咱即嘛，即要互大家做参考的啦吼、哦。咱所以讲，秘书长嘛，甲咱讲，咱国。州啊，参议会啊，我爱啊，慢慢啊爱去建立啊，我看家己的吼，我的看法吼，每一州每一州吼，爱家己定出个特色啦，特色啦，卖讲吼去抄白州的啦，我的看法是安那卖讲去抄白州的呢，讲。遐咧炸传单啦，遐咧炸传单啦！哇，人原早一个所在推出讲哦，炸传单吼，啊，炸传单嘛吼，啊遐咧炸，啊遐啊遐讲，哎啊，这个足闹热嘞！我迄边啊咧记，讲啊这边啊咧放烟花，那边啊放烟花，啊，全省拢咧放烟花，拢咧浪费啦！应该爱行出家己安怎特色出来，我这个官，我有什么特色？我有什么天然的资源？我要行多一方面，我要来定出我的目标，我的看法。好，这让大家去思考啦，吼，这我是爱大家合同吼，啊去研究啊，咱。是讲州里内底的内阁，吼、哦，爱去探讨的代志。啊，咱这就是讲要甲大家讲，我是一月初一，啊，咱要予大家试编吼，讲、哦、七月初一开始，甲十二月三一日吼、哦，因为拄啊好，头拄啊我也报过过，足济甘心的同心嘛。愿意负担一些的广告费用啊，啊来参与啦，所以我有多下来的一些基金吼，啊，要予大家来对发身份证，咱一定爱紧去鼓吹，大家来领身份证，真正。去办什么代志？身份证甲卢大生，因来接收，伊话准备要走路啊，大家拢会接收到。我感想的台湾银行，讲你要汇钱，超过30,000爱身份证，哦啊有啥物证件？我讲无啊，我讲一张尔，如果看看，甲我讲好啦，你一张也好啊。啊，这去大银行，哦，所以大家尽量，我用一张，好大家较知。坐计程车的时，我甲伊讲，哎，啊，恁知影无？伊讲唔知，我讲啊无，我摕一张给你看，看，讲哦，眼睛一亮，台湾政府身份证。台湾政府要在那裡砍拖啊，所以大家要有这个信心，一定会成功啊！啊，咱要过第二章啊，吼，会计报告的会计科目吼，咱会计。
报告吼，差不多有遮个啦。啊，咱头拄啊，甲大家讲了啊吼，资产负债表啊，我乃要甲写资产负债表，因为较早所改，拢是讲资产负债表，最近采用啊 IFRS 了后，才改到啥财产。财务状况表哦，财产状况表、财务状况表，这改啊，所以讲这好，我大家知影就安就好啊。要甲大家报告讲吼，这应该拢爱有建立起来啦吼、哦。尤其是吼、哦，咱这里有做啊财产目录吼、哦，我一定爱拢爱，因为阿伯啊啊。修理有经费啊，修理老修理吧，啊阿伯也去扩充啊，买什么财产吼？这拢阿伯啊，拢爱有这个登录吼。后、哦、来，咱来看这个收支的决算表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讲。咱已经有这个做啊，做这个预算出来啊，吼、哦，咱预算出来，啊，咱做这个啊，决算这个数啊，预算数啊，这收入偌济啦，哦啊，支出偌济啦，啊，这个增加偌济，减少偌济，啊，这说明，啊，大家有看到无？做这个表的人啊。这就是讲承办员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啊，去啊做账、做编表的人啦，啊是甲会计单位啦，啊甲主任秘书啦，甲迄个负责人啦，吼、哦，这拢爱慢慢啊吼、哦，咱只有你讲拢用主任秘书嘛吼、哦，唔是秘书长嘛吼、哦，啊类似和这个啊。大家如果要爱这些资料都可以登录去吼，啊，让大家再做探讨啦，做参考啦。啊，当然，咱每一个州也不一定完全同款啦吼，啊，家己看安怎的思考，啊，家己的情形啊来变，啊，这是一个参考的做迄个。例子啊，甲这个表，予大家做参考安尼。现金出纳表，好，收入甲支出啊，上期的结存偌济啊，本期的支出偌济哦啊，本期的收入啊，甲本期的结存哦啊，这拢好，伊、哦、这是几月几？日甲几个规日，啊，这来讲第几页呢？因为这拢啊爱有这个页数吼，爱顺下啦，袂使到尾啊减一页去，吼、哦、啊，即卖有足济个问题吼、哦，我伫遮有个人拢无经验啦，伊讲啊，咱收偌济，啊，都开一张收据互伊就好啊，啊，收据吼。一定要连号啦，那无连号吼，这话有时候问题足济哩。哦，啊是虾米人收的？吼、哦，这啊有诶讲要收，有诶讲无啊无收啊。啊，你收据几号？迄个拢爱吼收据啦，所吼拢一定爱有连号啊，专人咧做这件代志吼。啊那。代理的事啊，你讲啊无收据较慢的，伊都无伫咧吼。啊收据较慢的，伊个收据簿啊，伊咧收吼，啊一定爱连号啊，较慢只报你安尼吼，我会使吼。即互大家我了解者吼。啊，咱就讲财务状况表啦，吼、哦，财务啊就状况表，用资产负债表，用就是讲财务状况表，用这个名称来取代啊。过来，这财产目录，
财产目录，拢同款。财产目录都啥？这个地方爱唔对起来，这个爱会计伫头前啦，主任秘书伫后边得着吼。这个甲大家讲，啊，这个保管吼，保管人员是哪一个人在保管的？啊，这个基金收支啦，基金收支啊，就是讲咱政府的嘛吼，无什么业主权益啦。啊，这是啊，用这个科目啊，用这个基金吼来做处理。起码可能大家看到这吼，大家那不是商学院的动心吼，有诶都看到这都他甲讲啊，因为讲好啊，因为会计阁依照看要素来分吼，啊，资产啦、负债啦、基金啦、加啊余足啦、加收入、加支出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那私人机关叫做业主权益啦，啊，咱用基金啊跟啊那么余足，哦，啊，下面叫做资产，啊，咱要讲资产。咱的会计科目啊，它有这多项目，好、哦、啊，这拢会使予大家提参考啦。好、哦，咱要定出来这个会计科目啊，它有这些。我看咱时间上的关系哦，我袂啊来一的讲吼、哦。这啊，资产应该大家知影嘛，财产嘛吼、哦、啊。啊，有会计科目有遮个，过来固定的有遮个吼，土地啦、房租吼、啊器具吼遮个，啊有遮个会计科目，应该即句啊，大家知影嘛吼，即句就是讲。变到背底折旧了，累积折旧了，或是背底折旧这个科目，好、哦。过来其他的资产，其他的资产啊，有时咱有存储保证金，或者杂项啊资产，不属于上列各项的资产，好、哦、把它。出来啊，负债方面啊，我分到劳动啊负债，好、哦、啊劳动负债啦，那是有这个会计科目，哦、啊会这个会计科目，咱啊有较家己较专业吼、哦，啊有兴趣的才提起啊登录出来去做家己做参考吼。哦啊，长期哦，啊个其他啊基金，就是咱所讲的讲咱的啊业主权益啦吼、哦。啊，起码收入有遮，吼、哦，这个租啊税客收入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咱的。收入啦吼，什么税什么税，啊工程收益啊的收入罚款吼，啊加迄个过会啊加财产，啊过来支出哪有遮？秘书长有安尼讲过，咱公务人员呐、啊。现在电脑遐发达啦，什么咱的公务人员甲起码，拢一直在膨胀。啊，即个膨胀加安怎拢起码拢请雇员啦，啊雇员咧做啦，啊真正遐个公务人员一人靠落来遐个啦，拢伫遐咧啥？啊泡茶啦，看报纸啦，啊咧摸时间啦。
啊，拢雇员咧做啦，啊，所以讲阿伯啊吼，真正慢慢啊，看安怎来改进啦，吼，讲看最少最少减三分之一的公务人员，啊，是剩三分之一的公务人员，安尼咱靠竞争力啦，希望咱爱参考。较先进的国家，新加坡有偌济公务人员？吼、哦，纽西兰有偌济公务人员？吼、哦，啊，咱来参考来了解，啊，咱后摆啊安怎进行来规划？啊，这就是啥？人事费用啊，这个人事费用是。固定的费用，这个足严重的代志吼。所谓固定吼，有的公司，哪会甲一个时阵拢裁员？啊，订单接无遐济，啊，我这一定爱支出的啊。我若无裁员啊，公司成倒。啊，若裁员，惊讲咱有。固定的费用，甲裁员了后，要活较久一撮，看等机会啦。哦，这就是讲人事费用吼、哦，这也足重要。啊，过来，即内底啊，要甲大家我讲到遮个水电费、燃料费遮吼，我要讲我的经验，费用。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吼，费用是不是控制在我销售收益？咱若讲收益，咱要去卖一项物件，唔才有收入。啊，这个是爱去拜托啦，是不是安尼？费用是我可以。掌控的，今安尼，啊，咱即马经济较歹，干脆咱一排、两排、三排、四排电费，咱安尼啦，跳咧开啦，强诶卖开，啊，这边诶跳咧开，安尼会使省偌济，啊，都算算诶，迄咱会使控制你啊。要开电费是毋是我咧控制？啊，都要省啊，要省都安尼嘛。这叫做那费用，咱会使控制，迄是掌握在我们。那要拜托讲啊，你甲买一个啦，啊买一个，我那讲我买一项，我赚二十块，啊我那会使关几摆。电费了后，我会使赚二十块，安尼什么较容易做到？什么较会得做到？大家去思考做啊！你要拜托人买这项物件，嘿，咱就爱去拜托人嘞，啊，伊就欢喜嘞，伊要甲咱买呢，啊，伊若无买，啊，咱家己省啊，哦，我。几摆开落，我等于卖一项物件，我省二十块。啊，我卖一个，啊，才赚二十块。啊，我才电费几个无开，我哪算赚二十块啊？这个就是超支在我。我们要有这个观念，吼、哦，咱会使，咱的。有的工厂吼，转来吼，有的老板吼，我有伫遮吼，转去吼，你把你的迄个损益表拿好啦吼，损益表吼退出来，多一个费用，咱公司上大。哦，这个按照比例吼，甲算起来，哦，这个占35%。你就为这个上大占35%内底去减10%就好，
做会到无？一定做会到。好啦，我再阁学了一个人。啊，民进党执政了后，台员叫什么人去？啊？什么人？没郑宝庭，伊去安怎创？就是安尼嘛。伊安那，伊讲费用家己咧开都坐上大，讲安尼啦，咱吼减几趴就好啦，卖一概讲要减20%、30%啦，讲咱一个月费用来减5%。大家想讲，员工来开会啊。讲一天，一个月减5%，大家算算讲做会到未？应该无困难啊。一个月减5%，啊是减2%，啊3%，啊一年就减偌济？甲算算下。所以讲，迄爱用啥？用观念啦。我减落来，等于我生理加做遐个嘛。若要加做遐个生理，就爱去拜托人嘛。咱家己会控制，咱来执行就好啊。哪有困难的代志？所以讲，大家爱有这个观念吼，这个观念爱好大家知影吼。啊，好，这拢好，大家做参考啦吼。好，这个话。咱一起破啦，甲总分的重吼，财产啦吼，这收入这拢有啊吼。即卖要甲大家讲的较重要的所在啊，讲有诶账簿爱保持几年啦，这咱爱知啊。这编审吼，这咱爱保持几年吼，咱有一个记录伫咧啦吼，来参考吼。这诶凭证甲教保吼，永久保存是即几项，哦，这爱了解一下哦。有诶未使讲今年做做簿啊，教保啊啥乌白拼啊，到时。要爱的时，还是要做其他分析的时，就找无。这一定爱予大家了解吼。过来有十年的啦，吼，十年的。国税局有安尼咧查下无？有，伊认为你有异常，伊会使甲你查。十年来的啦，吼、哦，十年来会甲你查，哦，我要几年甲几年，才会资料调现我，吼、哦，你遮个你都爱按照遮个来保存啊，吼、哦，后五年啦，后三年啦，所以这个规定啊，予大家我做一个参考。这个就是讲，因为要做这个财务人员吼，拢爱有他的专业啦。如果咱人啊较少，咱也是爱安怎用减的啦，所谓减的吼，会使用来。但是做小的，甲出力一定爱无同款的人。做小的人袂使管钱哩，管钱的人袂使来做小，一定爱分开啦。这是必须遵守的原则，吼、哦。安尼，这个大家爱吼、哦、了解一下吼、哦。通常啊，
有的是定期来给审计单位来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这个，啊，咱过来看内部审计啦，有事前的审计加事后的复核。这个事前的审计啦，我认为较重要。往往真济事前审计做了无好，咱只讲咧招标啦，拢会安怎？你知？写迄个要做啥？地标啦，啊，地标就是叫会计单位啦，啊，叫迄个要做好像营造单位啦，啊，大家哦来开一个会，啊，甲这个地标甲定咧，啊，大家来标，啊，来开标，哦，啊，实际上啦。啊，咱爱，这足重要，吼、哦，咱袂使，迄、那个叫做3323吼、哦，是诶，伊乃讲3323，伊讲嗯啊，以前都3323啊，哦啊都，伊讲我都有赚啊，啊有赚啊，大家都。加减分卦，吼、哦，类似安尼吼，啊，这是要甲大家啊讲一个观念嘛，啊，伊这就是啥？因为伊这事情诶，伊迄就是一户啊8000几万，伊认为伊要会赚哩嘛，啊，认为即马这个搁较凶，可能因。因有去看厝咧看啊吼，所以讲按算讲看有一栋啊送的无，安尼款，啊唔只有这个问题，啊这我咧讲吼，事后的复核吼，我足重要咧。当然事前这都是会计单位吼爱去了解吼，只吼到时这个介绍话者拢爱调查过，哦啊在事后是毋是？正式啊，为这个公司出来，这个单位出来，哦，这呐爱足清楚的。啊，伊个范围吼，我们财务审核啦，这个做啊，甲这个物，吼、哦，这个物财物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里是财务，啊，甲工作，那是爱了解哦。那么之前啊，这里执行人员呢、啊，拢是啊由会计人员来执行，啊，但拢是爱分层负责，哦，实施方法分层负责，哦，啊，这都讲到这个问题啊，啊，咱这个实例吼，你看。上网去查吼，拢也无法度查出来，所以讲，咱我会使上这个网站嘛，去咱这个啊审计部吼去来了解。啊，这个99年的这个资料啊，咱有查出来啦，啊有查出来吼。一，当然，这个审计长哈、哦，我还不错啦，因为以我伫一所大学，我做会计系主任的时，我有甲邀请去一所大学演讲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有以我有加减做寡代志，哦啊。但是伊是我是本土台湾人啦，可能我从一个啊，因迄审计单位吼、喔、要升要迄类，我可能拢有他们的关系啦吼、喔。啊，我看这个吼、喔，我大家会使当落有时间去甲详细看看。我因为咱我时间上的问题吼、喔。我不爱
哦，不爱啊，不爱讲伤济了哈。啊，这，无来，咱来，过来。来看，来看，不呀？翻过来。咱这都是要甲大家讲吼，伊要叫咱训练四千个吼。那总工，那要过去予咱管，总工就家己的，伊家己迄个分支机构，伊就阁加偌济分支机构啊？讲开几间？百几间啊呢，迄拢无算伫即内底呢，所以讲，大家若有财经的经验啊，阿伯拢足有机会的，来遐做董事长。啊。我看，因为时间方面啊，咱即马要来做这个啊报道问题的探讨啊，好、哦，这个就是要安怎？这个是啥？较早前的财政部长嘛，伊安怎甲咱讲？讲尊重审计部的啊指教，好、哦，伊讲吼，近四年来首次啊，那么差短偌济四亿啊，四条外啦。你看这里历年来啊新高啦，再不增加举债下，六十二年啊才显得清楚啦。六十二年呢？啊，恁诶，遐子孙啊，怎么样喏？拢咧无一个负债，有一个同心甲我讲，讲哇，即摆大学生啊，拢是安怎？去银行安怎借钱呢？啊，伊也未毕业，伊就负债啊三五十万呢，啊他。阿爸要来行，实在感觉足痛心的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要予咱了解一下吼。啊，咱过来，啊，咱过来，过来。设备，咱无电了吼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要予咱了解讲，这，你看暴增呢，两兆呢，今年呢，惊死人，所以乌白开啦，两枚都两亿三千万，所以看我准备走路啦，啊，就是那讲咱我们教务长讲的讲阿伯啊浪干，所以讲啊，这里、个、这个、就是啊，要个和这里过来，伊来咱马总统吼讲吼花大神小啦，吼、哦、伊就是讲。咱依照这来看起来，甲阿扁来讲，实在差足济咧。咱啊，足痛心咧。啊，时间的关系，咱今仔日啊，报告到这，感谢大家。请起立。今日老卡食饭。